尊敬的诸位同修、护法大德，大家早上好。这一次的佛期当中，在佛期当中啊，我们每一次啊，会加上一堂课，就是摄持八关斋戒。再加上我们举办佛学讲座，这种的因缘不是每一个人能够遇到，而且这种的因缘是一个非常难的，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啊，等一下要跟大家研讨，有一段经文啊，就提到这一点，闻佛法的机会。所谓啊，佛法难得，今已得，净土难信，今已信。所以这种的因缘，不是每一个人能够有这种的机会啊。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经过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的介绍啊，告诉我们就是闻佛法的机会啊，确实很难。所以我们每一次看到这种的经文而看到佛像啊，我们应当要想起释迦牟尼佛所讲的，闻道佛法要懂得自悟。如果闻道佛法不懂得自悟啊，学什么样的佛法，世间法也好，出世间法也罢，都没有什么好处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不是来凑热闹的，欢喜啊来这里，然后来看看哪一个人有念佛，这个人有念佛，哪一个人有修行，哪一个人不修行，那个不重要的。最重要的要如何把释迦牟尼佛的教诲，也经过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四十八愿弥陀的本愿，弥陀的愿力啊，来自觉自度，才能够度他。佛法的用处就是在这里。那怎么自度呢？佛所讲的就是智慧，这个智慧很重要。所以昨天已经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我们要行布施要有智慧，没有智慧来行布施，而这个布施反而会造业。像我昨天已经跟大家讲过了，比如说我们来到道场，布施的精神就在建立在哪个态度呢？就是用
我们内心流露出来那种慈悲心的心态来服务众生，这个才是布施，才有功德。所谓普贤十大愿望里面所讲的随喜功德，功德而怎么成就的呢？随缘而不攀缘，欢欢喜喜的来为大众服务，这样来行布施才能够有效。很多人在这个道场不发心仪来做义工，所以昨天跟大家讲过，义工的条件是什么？是无条件的，不做多少，不计较这些。最重要哪一点，哪一个需要能够用我们的这个力量来贡献，我们就来贡献，这样做啊才能够有意义。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来受持八关斋戒，这种的因缘不是每个人有这种的机会啊。佛法叫我们要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所以祖师大德很多在于我们很多经典里面看多多的例子。所谓古人讲行善之家必有余庆啊，行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你看我们孔老夫子，孔老夫子的后代啊已经达到几世，多少代啊？多少？孔老夫子他的子孙到现在已经传到几世代啊？83代。这83代而几乎从这个国内啊都很有名的，哪一个人看到孔老夫子的子孙都非常的恭敬，什么原因呢？所以我每次啊就是从这一次的佛期开始啊，每一次这个八关斋戒会利用这个短短的时间来跟大家啊来谈谈这个佛法的好处在哪里，对我们现在的人有什么帮助，对现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你要这样去悟出才能够会得到利益。学佛不是在这里的，哪一个引磬敲一个木鱼来打一个坐，坐下来来称名号，这是属于学佛吗？不见得。学佛是从生活里面是一点一滴的去悟出，佛法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就依教奉行，从依教奉行才能够悟出佛法的微妙。佛法的微妙建立在哪里？能够建立在幸福美满与快乐，这个就是佛法的本质，就是教人家你要不要幸福，你要不要快乐，你要不要美满，你就依教奉行。佛法的微妙就是在这里的，是在生活里面一点一滴的处事待人接物去培养去体悟。当我们六根接触六尘的时候，
我们的心是污染的还是清净的。而我们今天心所污染的被干扰，那我们赶快啊，把我们的清净的念头回复正来。用什么样来回复呢？用这一句名号的功德。第一念头起来，第二个念头就把它压下去。怎么压？用这一句名号。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学佛在于不在行，不在外表，是在从发自内心那一种流露出来的佛法，才能够有用处，才能够对我们有好处。要不然我们真的到我们临终的时候，我们还是迷惑颠倒。这个天气很冷啊，师父的体质啊，现在对于冬天已经很难释受了。所以看到释迦牟尼佛以前呢，在树下修行的时候啊，我们才明白，夏天也没有棉被，冬天也没有暖气，就是在树下一打坐六年，如如不动，从来不从他的位置站起来，一直坐在那边，追求什么？追求世间所讲的就是证悟。六年之后啊，释迦牟尼佛才能够悟出啊，人生本来是佛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因缘，有这个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我们把它疏忽了。释迦牟尼佛把我们下定了，给我们下定决心，制定告诉我们，你本来是佛的。那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大家都知道，诶，但以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我们的妄念超过我们的理念，产生烦恼。我们的执着已超过我们所需要的而建立的痛苦，我们的分别超过我们自己想要的。所以现在学习佛法的人为什么这么难成就，就是这个原因。我看到释迦牟尼佛了不起，那什么精神让他老人家这么有坚定的心，从来不离开他的位置，到他成佛那一天他才离开的。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心里面就是想，我要怎么样把这些我所得到的这种的快乐让众生跟我一样。所以等一下跟大家解释一下，佛事难执，经法难闻。所以看到这一点呢，默写很惭愧啊。现在冬天呢，不适合啊，这个冬天身体啊，怪怪，佛力加持啊，每次遇到冬天呢，这个头啊，反应很慢。人家讲什么反应很慢啊，有时候搞到最后啊还晕晕的这样啊，看人也很奇怪这样。这个就是我们的体质。所以啊，你们能够依到净土，而这个净土能够带来将来了生死出三界，你有大福报啊。为什么呢？
西方极乐世界是金刚不坏身，永远不生病的，而且永远不会老，就是金刚不坏的。这种的环境，这种的福报，要去哪里找啊？比如说，你今天听到这个道立天，道立天的福报这么好，你看道立天的一天，我们这里有100年，道立天的那些菩萨几乎都是1000岁的寿命，它是无限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寿命是无量，而且跟阿弥陀佛是一样的，无法去计算的啊。所以这种的因缘非常的殊胜哦，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这殊胜的修行，然后能够今天闻到佛法不易啊。所以你看孔老夫子2000多年前，将近3000年，留下他的子孙到现在已经传到83代，是不是孔老夫子留下了很多钱，靠钱能够传到这么多吗？靠钱财能够维持子孙这么多代吗？83代啊，而国内啊，走到哪里都非常有名的，人人看到都非常的恭敬，什么原因呢？祖宗累积的这种的恩厚的道德，才有今天的果报。那我们今天你看，现在多少大富裕人家，金财传不到二代，什么原因？把这个道德已经没有再注重了，所以产生现在这个的样子。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学佛？没有别的，断恶修善而已啊。所以昨天跟大家讲过，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就是诸佛菩萨教导众生断除种种烦恼的方法。你要断除烦恼，你要发愿修行，行什么？行布施，就是这样的。所以从这个例子来说，孔老夫子能够做得到，我们也能够做得到。所以积功累德很重要，而且这种的积功累德啊，释迦牟尼佛在阿难问世佛集胸经里面也为我们说出来了，现者得之，后生无忧。你能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起码你不会堕突若三恶道，起码你不会堕在三恶道。最后你能够闻到佛法，明心见性，然后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然后离开这个世间，往生西方到极乐世界，那你就是成佛。这个就是后生无忧啊。那我们今天学佛的是要这样的哦。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昨天跟大家讲过，当念报恩，班宣发教。班宣是什么意思啊？班宣就是向外面来宣传，宣传什么？人生
宇宙人生的真理，告诉大家佛法的难闻，人生的难得，净土的难信，现在我们通通都信了，来外面来宣讲佛法的微妙。那在这里怎么宣讲呢？怎么颁宣呢？最重要的就是以身作则。你要你家里的人跟你来学佛，你要你家里人将来跟你同样的理念，你要你的周围的人，对你关怀的人，对你有爱护的人，然后对你这个有信心的人，然后你做一个好榜样，做一个好样子，让他们来看，然后他们产生对佛法的信心，那你的功德就不可思议了。这个叫做颁宣了。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在这里念佛好像很有修行，但是回到家不能做一个好样子来给人家看，反而让人家怀疑你学什么佛法，你念什么佛，念佛是这样的吗？你的态度是不是跟佛一样？你的态度是不是跟魔障一样？如果今天能够我们让给人家看你的邪佛，但是你的态度以自私自利，以名闻利养，反而人家对佛法没有升起信心，回头过来又来回报。所以你要度化众生，首先先给人家做一个好样子，让人家来看我是一个邪佛的人，邪佛的人是怎么样的，是这样的，人家看到了，人家相信，相信了人家来邪佛，一邪佛以后明心见性，那你功德有多大？所以我们在八关斋戒里面，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把第一条不杀生列为第一呢？我们动一个念头，对于佛法的不了解，而且让大众来怀疑，然后来回报，就是等于我们来增加让人家犯这一条杀戒。为什么讲呢？释迦牟尼佛在经文为我们列出来，杀心不除，尘不可出，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杀，必落神道，死若罗刹，报中必成。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从第一条里面为我们列出来，杀心不除，尘不可出。尘就是讲我们的尘劳，我们的污染的心。既然你有智慧，你能够得禅定，你也不能成佛啊。所以从这里我们来看，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当念报恩呢、我们要用什么样态度来报恩呢？释迦告诉我们，首先先来孝养父母。怎么孝养？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就是我们的父母。一切众生是哪一个？不是人道啊，畜生道也是啊，恶鬼道也是啊，地狱道也是，生生世世都是我的父母。那为什么他们会堕在三恶道里面？只是因为他迷惑颠倒啊，迷惑了，
什么事情都做出来。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把这个杀戒啊列为第一？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我们的父母。那你想一想，一不小心中了这种的恶运，将来怎么办？会堕落在三恶道，而且三恶道的苦啊无法去形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习来发心这个八关斋戒？时间很短，而且啊是一种断恶修善，而且这种的善中的善很简单而很短。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难得在这里啊，来学习来受持八关斋戒。要记得闻佛法的机会非常难哦，你看很多人呢、啊，在外面为了要养家活口啊，不得已去上班。那既然我们今天已经来了，来受八关斋戒，来念佛，那把万念放下，把这一颗心定在这里，然后用这一句名号啊，来克服我们的习气。我们的习气太多了，真的啊，比如说供高我慢，傲慢的心态啊，是往败亡的路的方向去走的。所以海贤老和尚为什么念佛念这么多年，92年，112岁，其实他早就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他这一生见到西方极乐世界有见多少次，已经无法去形容。见阿弥陀佛有见多少次，也没办法去形容。那为什么他老人家还不准呢？因为要等一件事。哪一件事啊？就是我们经典里面所讲的礼赞诸佛，恭敬如来。你要我们这个社会安定，你要这个团体能够和睦，你要能够这个家庭能够过得和睦相处，而能够互相的恩爱，要从哪里开始的？互相的赞叹。所以昨天跟大家讲过例子啊，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优点，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但是我们不能把对方的缺点作为我们自己的缺点，应当把别人的缺点作为我们自己的优点。为什么？改变啊，改过啊。所以没有完美的人生，各有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好处，从好处的方面来看，事情就解决了。所以海贤老和尚就是抓住这个重点，你要佛法心，唯有生赞身，要互相赞叹。像我们在这个团体，在这个道场，这个道场要兴旺，你要学习这个啊，互相赞叹啊，不能互相来看别人的缺点，看哪一个人的缺点，看这个人的缺点，然后来批评别人的缺点，然后来毁谤别人的缺点，然后来轻视别人的缺点，这个不是学佛的人。学佛的人不是这个样子，学佛的人每一天不断的是反省自己，看到别人的错点，想想自己我有没有这种的缺点。假如今天有人来回报我，需不需要去辨别？是不是要去辩白？也不需要。人家在回报我们，来思考来反省，
我有没有这种的毛病，有就改过，没有就勉强，勉励自己，这样才是学佛的人啊。佛法的好处就是在这里啊，能够破迷开悟，用智慧来看待一切事，用慈悲来看一切人，用欢喜来对待一切人，这个就是佛法。所以昨天跟大家讲过了，地藏菩萨本愿经告诉我们，大欢喜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大般若光明云的用意在哪里，就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有这种的难得，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把今天的因缘所有的万缘放下，好好来念佛。所以昨天跟大家讲过，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建立不割五昼夜，相满土财，土财就是这个原因。眼睛所看到的一切随缘，耳朵所听到的一切随缘。现在啊，环境啊太恶劣，污染太严重，所以我常常讲，我们既然要受八关斋戒，把所有的比如说手机啊，重要的我们再来处理，不重要的放在一边，好好保持这个心。所以我们的习气太多了，我们要懂得保护我们的清净心。怎么保护呢？不干涉。用什么来保护我们的清净心？用这一句名号，我们这样念佛啊，才会得力，我们这样念佛啊，才会成就。所以处处要来保养保护我们的清净心。所以我们的习气的习性非常多，那用什么方法呢？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不断的反省，阿弥陀佛告诉我们用这一句的名号来帮助我们种种修行的方法，这样我们念佛就对了。记得念佛的用意就是要来保护我们的清净心。怎么培养啊？看到一切人，看到一切事，我们的心有没有被污染？就这样的，心清净了，慧才能开。所以，我们今天来受持这个八关斋戒，用意啊，就是要来报恩。报谁的恩呢？父母的恩。怎么要来报答父母的恩呢？你能够断恶修善。用什么方法来断恶修善？用这八条戒来断恶修善。因为这个八关斋戒就是我们的身口意三业一种方法，一种手段，来培养补助我们的清净心，再加上用这一句的名号来培养我们的菩提心，这个学佛就对了。希望大家好好珍惜，因为地藏菩萨本愿经啊，等一下会跟大家来介绍，机会能够闻到佛法的人不多。既然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那我们应当把这个佛法在这个生活里面一点一滴的去培养，一点一滴的去悟出，让这个佛法对我们在生活里面才有帮助。这种的佛法叫做智慧。智慧从哪里来的？从我们的自心里面流露出来的，以人用以慈悲为本，你能够以慈悲对待一切人，能够看待一切人，自自然然你的智慧就开了。而智慧以慈悲
缺一不可的。有智慧没有慈悲，你的慈悲是不有好处的。有慈悲没有智慧也是如此的。所以要怎么样学习佛法的精神，就是一个精神，就是智慧。六度波罗蜜就是智慧，今天念佛也是就是智慧，以发自内心流露出来的，我们所谓所讲的以慈悲为本，以慈悲对待，以智慧来看一切事，这个就是大智啊。所以古人讲大智才能够破无明烦恼，无大智无法明心见性的，这个就是古人所讲的佛的智慧，就是在这里。好，我们这个八关斋戒最后啊，来跟大家恭喜啊，你们在这里能够受八关斋戒啊，不容易啊。所以啊，师父啊，最重要啊，提醒大家记得，既然我们来到这里了，既然我们已经要发愿来受八关斋戒，既然我们要来这里念佛，那你就把这个万念放下，不重要话不用讲，保持这句名号。为什么？保护你的清净心，什么的事情都不用去干，抓住这句名号来培养。难得嘛，有这一天的因缘，你好好来坚持，事情不要去干太多，什么样的事情可不要看多，也不要听。那怎么做呢？好好念佛啊，这样的功德啊，那就不可思议的啊！希望大家要注意，我们今天的目的，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我今天来学佛是为了什么？我今天来念佛，我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你这样想啊，能够带动你的精神，对于我们学佛的精神的教义，那就有用啊！希望大家好好用功，把今天啊一日一夜这么短的时间好好应用，其他的事情不要干涉太多。不必要的话不用讲啊，敬语就好啊，需要的来讲话，不需要的一句话都不说，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这样就对了啊。在这里恭喜大家能够发心来受持八关斋戒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师父就讲到这里啊，希望大家好好用功，好好努力。谢谢大家，阿弥陀佛。